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春节还没到就先被春晚刷屏了，不是节目外露，而是一大波明星参加彩排上下班的街拍。看到任嘉伦的身影啊，很多粉丝又偷着笑了。今年这个宝藏男孩仍会出现在春晚现场，好生期待。这边呢，还未等来春晚节目单，好消息又传来，据说呢，古装惊悚悬疑剧《无忧渡》男主签约任嘉伦。立项两年的无忧渡呢，一直在接触看好的男演员，最终敲定任嘉伦，女主方面大概率是李一桐。嘉伦的古装从未让人失望，如若女主确定是李一桐的话，想必也会带来一波好感。因为李一桐呢资源一直很好，拿的都是很好的剧本，其中呢包括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鹤唳华亭》《海棠》《金雨胭脂透》《力哥行》等。演员本人清丽低调，和嘉伦搭戏 CP 感应该还可以。话说啊，这片子预计也要等到2023年待播，估计呢今年会开机，那也是要等到《暮色星月》拍完之后的事情了。相对于这些好消息呢，网友们呼声更高的是《蓝焰突击》，今年啊到底能不能播出？见豆瓣上标的是今年播出，可消息传了一年又一年，2022不要让网友们再失望了。等太久一直没消息没关系，只要11月9号来个空降，给个惊喜就好。蓝焰突击这部消防题材剧呢，不单单是救人于危难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部分。比如说李希成、任嘉伦呢，本来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消防员，而是一个极限单车运动员，怀揣着梦想误打误撞成为了消防员，然后展开了一系列最美逆行故事。这部剧呢，嘉伦因为剧情需要剪掉了头发，健身增重，造型更具有男子气概，也可以说呢和以往所有造型差别最大的一个。其中嘉伦自称呢，这部剧是他唯一拍了洗澡、拍了健身、拍了房产中介、拍了自行车、拍了弹吉他的戏。总之这部剧不管是剧情、造型还是角色，都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任嘉伦，这也是网友们一直都很期待的原因。如果这部剧排到了11月9号播出，那么貌似请君会不会是暑假档呢？因为与君初相识肯定是最快播出的，那这三部待播的先后顺序应该是与君初相识、请君、在蓝焰突击。若请君排到暑期档也不错。现在呢，爱奇艺已经标注即将上线，可以预约，想必距离播出也不会远了。时空交错的奇幻题材《请君》，任嘉伦饰演古国杀神将军陆岩，穿越千年守护苍生，守护爱人，与李沁饰演的女债主于登登相爱相杀，命定相逢，上演一场浪漫至死不渝的千古绝恋。任嘉伦初次牵手李沁，剧本集多类元素，打破单一创作，众人物的感情经历和颠沛流离的命运塑造，女主的仗义女匪，劫富济贫，男主的多情真挚，心连战场，时空交错中充满奇幻感、正义感，相爱相杀中有虐恋的影子。不得不说，嘉伦真的是非虐不演。无论怎样呢，越来越多的观众认可任嘉伦的演技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个努力奋进的演员。理性支持，不过多打扰，只静待作品就好。2022年，期待看到更好的佳作。